就入围还是很开心啊，就是谢谢评审的肯定。但这次有一个比较强的反作用力是就是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个剧组的其他演员可以一起入围，这样对，就是相较之下有点反作用力啊，有点闷吧，就是对。那跟龙大哥一起入围，有一种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就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好像一起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也蛮有纪念的价值。那结果如何，这个就交给评审去烦恼，这样。对，那就是对，谢谢大家。